舰长，舰长，快醒醒，希儿来带你回去了。要死了！醒了。舰长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确实没差别。没想到希尔会直接用这种方式。我好像刚刚看见了个红色的恶魔。怎么，希尔的声音好听吗？你还想要更多？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啊，你们才回来呀？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这东西还没变回来吗？喂，希儿持续这种状态还有多久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，之前没碰到过这种状况。给我重做一顿。啊，不变回去真难办了呀。难办，那就别办了。行吧，反正我也挺想吃外卖的。啊，累死了，不行了，啤酒啤酒啊，冰箱里的啤酒呢？客厅里的 PS 被什么东西砍成这样了？虽然本来就打算换成 PS5 的，漫画也不知道给谁撕成这样了。太过分了，这都没法看了。不过德丽莎，你这些漫画我看着好眼熟啊。这些是上次舰长借我们的魔法少女衣呀。是你干的吧？就是你吧。是啊，啤酒那么难喝，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？还有那个漫画，你太过分了。舰长疼。抱歉啊。切，你的叉 P 就是这样的。我不管了，收起来。现在他们肯定很生气吧。怎么，你生气了？不用战斗了以后，这种平静的生活时，我就是这样麻烦的存在。希儿，不是麻烦。我说，希儿也差不多该离开我，学会自立了吧。就算是现在也还是这样，烂好人，幼稚，还弱小，你一直都这样。没关系，因为大家都是希儿的家人，所以希儿已经不需要战斗什么了，对吧？希儿已经不需要战斗什么了。如果对于现在的希儿来说，有了新的家人的陪伴，那我已经不需要存在了。很重要啊，希尔也是最重要的家人，留下来好吗？既然希尔你这么拜托了，我就再勉强陪陪你吧。好，现在轮到我出场。外卖到了，等你走了。等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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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破绽！好耶，赢了！可惜输了呢。舰长去哪儿了？